次的队友吧，也是我一直以来的对手嘛，然后跟他们一起组队，然后再去对抗外国这顶尖的选手，我是觉得这个非常期待的。这几个人组在一起呢，能打得更好一些，对所有的很多方面的画面。放心，这些一定不会让你失望。只要我还有力气，我一定会打下去的。对我来说是很有意义的，因为我伴随着川口县十年，紧接着 CRV HD 出现了破绽。三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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